做狗啊，最重要的就是随心所欲，遵从自己的内心。说不走，那我就不走了。任你风吹雨打，我就是不起来。愚蠢的人类哟，世事就是这么的突然。啊，书生就要如此的平静安逸，怡然自得，好好的享受生活，做自己的主人，与自然界的其他朋友们和谐相处，享受这世界上的一切。你们就会觉得自己无比的幸福，很幸福，幸福，哦哦哦。下面这只狗狗可就听话多了，主人准备用零食来训练狗狗抵抗诱惑的能力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虽然零食的数量不断增加，但是狗狗完全不为所动，是不是棒棒的？就是塞到嘴里也不吃。挑战成功，真是太棒了，比二哈简直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呐。